以前很少很少坐船可以抽烟了吧？对，以前都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们的鼓手有点失控，没关系。我们用故事把他吸引回来。哦，今天没有保冰了，哇！谢谢板娘，谢谢板娘。还有一瓶。哦。板娘赏酒。这首歌叫《黑夜》。黑夜呢，其实是一首那个很抑郁的歌曲。对，我是在描写现在的，应该怎么说呢？进入了社会之后，然后承受了一些重担，家庭啊、工作啊、事业，然后一步一步的踏到里面去，忽然间发现走不回头，然后也找不到出路了。然后好像也放不了那个重担，只能继续的往下走，所以就写了这首歌《黑夜》，一夜夜，一日日，永无止境的，但还是希望能够度过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去不求的狼狈，有人喘息叫做安慰，黑夜里不舍入睡。亲爱的，你能否体会我的心好累，拼命的堆叠全部的堡垒，奋力的维护脆弱的明天，直到坠入了深渊，与世隔绝。一天天，夜夜，一日日，夜夜，一丝丝，夜夜，夜夜。一天天，夜夜，一日日，夜夜。感到疲惫，忍着一千种的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去一去的狼狈，有种喘息叫做安慰，黑夜里不舍入睡。亲爱的，你能否体会我的心好累。天天，夜夜，一日日。
谢谢，黑夜。